近日，泰国陆军公开购自中国的 VT4 主战坦克自动装弹画面。泰国军方官员多次公开表示，对购自中国的这款坦克十分满意，其性能十分优秀。不少网友在对比此前送去巴基斯坦参与旗下一代坦克竞标测试的 VT4 后发现，这辆出现在日照的 VT4 就是此前参与巴基斯坦陆军坦克项目的那辆。